嗨，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殿堂时间。那今天的话是23嘛，所以来做一个明天24号会出的这个传奇的一个出前小预测。好，那今天就来预测一下明天不会，对，明天不会出什么卡片，还有不会复刻什么卡片。以下是我想法，给各位做参考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因为有些应该要说有些球员啊可能比较前端一点，我是2011年开始看的，所以前面的我可能就只是翻过一些资料啦，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么了解，所以有老球迷的玩家也可以来下方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想法。那上次的话预测完是三成吧，好像有人在笑说那个比强化几率来的还要高所以就这样。然后说到强化几率，我到时候会再录一部这个强化几率的这个强化，就是不是强化几率的强化，就是强化啊。我把我的小账大概整理了一下，所以就会强化一下现在那边新买的卡片，那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强化的状况。那另外一边那边的话是改成22王牌，那选的卡片就主力比较贵一点，那其他就相对便宜，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种组法，就变成说你如果现在不好冲过的话，你爆掉也不会这么痛，钻石也不会烧这么快啦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今天的话就是来预测一下明天不会出什么跟不会复刻什么。复刻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抓了一些就是复刻这边我预测不会出的比较量，我给的比较少一点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偷吃布丢越多代表越高的机遇会碰到嘛，对，反正我另外一边的话是有预测比较多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到主题。首先是统一的部分，统一的话上次是复刻曾毅成跟杨松贤，都是07年统一师那附近的球员，那时候3连霸嘛。那这边的话我预测统一不会复刻刘福豪跟高建三，就是这里的构思是想说应该会大概在07到10左右。那当然07那个时期是指，我是指07、08、09、10这一段的啦，就可能不是就单就07这一年，所以我觉得这边蛮有机会是不会出这两张。刚才讲错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他之前的规则啦，应该还是会延续下去，就是上一次出的这个调整一下，好，他还是没有，好，往右一点。好，就是上次出的这个新卡会放到下一期的第三顺位复刻。那第三顺位不重要，就是我自己给的一个名称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是兄弟，明天要出蔡峰安的姿势嘛，这个是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啦，所以就可以讲。所以我预测这边应该是不会复刻蔡峰安啦，然后加上第二位的话，我是觉得不会复刻林志胜。林志胜是从他出完之后，我记得好像没有复刻过吧。所以这边应该是不会啦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啦，我认为不会啦。好，接下来乐天，乐天的话我预测不会出林鸿玉跟陈俊秀。那这边预测的话是我觉得有机会不出大概16年左右的。那上次的话是复刻两张是比较偏08年的边的，那我预测这边不会出大概16年附近的。好，然后富邦的话，上次因为萝莉隐退嘛，所以跟着这边复刻了一张萝莉，再配上一张战玉飞。那战玉飞的话，就是差不多00年那附近的，详细我不清楚啊，那个就比较对我来讲比较远一点了。所以我预测也有人在敲碗啊，就是敲碗说看有没有机会复刻张泰山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预测明天不会复刻张泰山配黄宗毅，就是比较偏00年那附近的00年代啦，要说00年代。好，然后卫权这边的话我预测不会复刻叶君璋，就单纯想到而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会可能会配一张 AS 啊，所以 AS 这边的话我预测不会出林英杰，因为上次出许竹健嘛，所以接下来的话陈泰的另外两张本土都没有机会在这边复刻啦，不会。好，那这是我预测不会复刻的内容啊，比较偏打者居多，那当然这个都很难说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就是新出的，那这边的话一样，我觉得这边都不会出啦，别想啦，都不会出，出了我也不会买爆的啦，尤其是连田。好，那统一这边的话我预测
两头两打啊，应该基本上都两头两打。那魏权这边为什么跟 AS 一起摆在一起呢？魏权，我觉得在一开始该出的转机都出光了，所以这边我真的想不太到了。然后统一的话，我觉得连田跟张志强蛮没有机会的。那郭俊佑跟郭泰奇的话，也是都差不多那个附近的年代，就是2007到2011这之间的。啊，连田的话是2012嘛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就复刻都放在这里的话，上次是出那个，上次就比较远啊，上次出正百胜嘛，就比较远一点的。所以这次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机会拉回来，没有机会拉到10年代的，没有。好，那兄弟的话，我预测是陈建章配上吴俊义不会出，对，不会出。这个双下勾嘛，兄弟的双下勾。那兄弟的话，差不多在10年代之后，后面的张政委跟2017年，就是大家看到那张五月那张最强的 TOP 卡，大地最强的 TOP 卡。那时候，哇，那个真的很恐怖，五轰嘛。所以我觉得啦，以花花的贡献还有大地的贡献来看的话，不会出，这两张也不会出。好，乐天的话，我这边预测不会出詹志尧跟龙猫。那这边的话，主要是因为詹志尧跟曾豪居都有出过这个黑白卡。等一下，不对，两张都白卡，他们不是黑卡，两张都白卡。所以我觉得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带到传奇去，不会。那这边到林伯佑也是有出过，林伯佑我记得是黑卡，所以传奇应该也不会出啦。所以乐天这边应该是不会出啦，不会出。那道恩斯的话就是赛格威跟史波威都出了嘛，那时候的2017年桃园三巨头，所以这边也不会出，不会出啦，一定不会的啦。好，富邦的话就是富一新体系，富一新体系的话我觉得不会出林仲秋，林仲秋后来是到新农拿全垒打王嘛，那这个就比较远一点，比较远一点我就不太清楚。那这边放数据上李义伟的话，就只是单纯我觉得全太危险，就是搞不好不会，官方不会啦，搞不好官方不会让他起啊，不会。好，那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富邦两位投手，林七伟的话是因为有出过这个白卡，那加上林晨化的话之前投先发，后来投中继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啊，这边我自己 的想法是说，可能官方会跟着这个上一期的双 S 再继续再往下出。对，但是我的想法一定很单纯，这个一定不会发生的。这两张纵使出了，也不会有双 S 的，它也不会出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林奇伟的话就是白卡嘛，白卡部分。那林晨化就是我也觉得他在富邦啊、义大这边也是投了蛮久的，所以这边不会出啦，都不会。那魏权跟 AS 这部分 ，AS 这两张我都选三上的，都是选三上的。那魏权跟三张还好，童崇辉跟康磊了。康磊就是我只是单纯觉得说戈雅跟音响，因为康磊应该是没有吧，我应该没有看错吧？我记得康磊没有出，有时候会老化，虽然我可能没有很老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预测不会出康磊配童崇辉，童崇辉就是那时候啊，那个这个就比较久远，我都看数据了，一三垒吧，就好像是一三垒手，那时候比较常先发的一三垒手。那陈彦成的话，大家可能比较印象会在兄弟吧，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就比较久1990那边的。那他一开始是待卫权，那廖文阳就是比较现代的，就是统一过去的嘛，所以他在统一有时机的话，我是觉得说在卫权还是啊没有机会，在卫权还是没有机会出的。好，那陈彦成的话就是我真的想不到卫权还有什么可以出的，那可能就有资深的龙迷可以下方留言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自己的预测啦，就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到时候我们再来对照一下，我这次预测了这么多，还可不可以全部都给他没中？好，那今天这部预测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传奇的话，我觉得范围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会比较难预测，但就是运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变成预测也是运气。好，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让更多人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明天就一样对答案，拜拜。